都被抽起了。好，仔细听哦，刚刚其实老师他如果这边通电的话，这个他会有一个能量来源吗？好，没关系，你就讲你的。然后他会把这个带着他往这边弹开，然后这个地方就不会跟那个铁片碰到，它就会一个断电，它就会变成是已经没有通电了。所以后面如果是串联的话，后面就跟着不会熄掉。可是如果他那个地方如果再让他回去碰到他的话，他又会通电，所以他串联的话就会全部又一起掉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再问一个小问题就好了，是哪一个弹开？好，他现在我们现在总共画了四个颜色，很棒啊！王一超画的很棒，是哪一个颜色的金属弹开？你觉得是哪一个？蓝色。蓝色。好，你觉得是蓝色 ？OK， 好，感谢你，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。好，很接近了，我说他有八成了，所以还没有全对。